来涂山，来涂山。来涂山，哈哈哈哈，我终于找到你了，来涂山。怎么了？怎么没有汽油了？怎么搞的？怎么会没有汽油？啊，来涂山，糟了糟了！啊！请老佛爷为严一东土司老爷祝福，祝福他早生贵子，子孙满堂。我会为他祝福的，谢老佛爷。我很本根嘎摩那宾丹河沙度沙度沙度沙摩沙沙沙嘎瓦度阿拉哈度沙摩沙布沙沙沙摩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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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佛爷打搅了，对不起。哎呦，笨蛋，还带着干什么？哎呀，别让他跑了，抓住他，在哪儿？在那底下，快快！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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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瞎了你的狗眼！好事，口子慢着，看我的！今天我非要你养他不可！啊！我刀小三儿跑马射文心，我要打你右眼，绝不会打你左眼，我要打你左眼，绝不会打你右眼，我要打你中间。你定住，你坏人，你信不信？信不信？老兄，有话慢慢讲，可别开枪啊。嘿，
好喝，好喝。说呢？我不知道了。老板没吓坏你吧？没有。好了，我该走了。哎，你先别走，咱们商量一下。什么事儿啊？你把这个小毛怪卖给我吧。卖给你啊？石王春，你买得起吗？哎啊，你开个价钱嘛。好，反正我带的这也累赘。哦，是吗？那就开个价啊。嗯，张老板。哎，好。哎，哦，五个大洋一口价，兄弟们！一五，二五，十五，二十，好了，二十块龙洋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玩啊，小猴！传秘方名扬四海，这万灵丹、万灵膏、万灵
专治跌打损伤，疑难杂症一次下去，保证药到病除。我这骗人的，骗人的，不能买，不能买。喂，姑娘，我要五包。哎，就来。不，每样十包。好，就来就来。哎，姑娘，我要两包。好，好，就来。对呀。姑娘，姑娘，我也买一点。好，先生就来。姑娘，我也要。再给我拿两包。哎，就来。抓了一个小马猴啊，这个样的。哎呀哎呀，真好玩啊，多可爱呀、啊、可爱可爱可爱，哎你好，哎呀哎呀，行，把这小马猴卖给我。这别这么啰嗦了，说吧，要多少钱？只要太太您喜欢，那工本费100个龙羊。好吧，100龙羊。强盗混蛋，快，帮个忙，哎，准备好了啊，别动啊，别动，哎，别动，别动啊，往这儿。
哎呀，别宝贝，往这儿，往这儿，别动，往这儿，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快下来，快下来，你这小毛头，快快快下来，哎呀，哎呀，赵小毛，快把他弄出来，你看，你看，你看，哎呦，快起来，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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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三，别让他上桌子，你快上去了。哎呀！哎呀！老兄，这个价钱可是机会难得呀。啊你这老不死的，竟敢偷我的小宝贝。你听着，要不把我小宝贝送回来就别想上来。男子汉大丈夫，说不上来就不上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对，老爷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老爷大丈夫。混蛋啊，你们他妈都是饭桶，还不快去给我把小毛怪弄回来。老爷，那小毛怪不是卖给方老板？我不管，你不是很会偷吗？哎呀，这个东西它浑身是毛，面目艺术匠人，不可思议呀、啊！是真的呀，没见过。不仅全身长毛，而且是漆黑的，有这么长。请问在哪里发现的？是在边界的原始森林里哦，抓到的。它到底是人类还是动物呢？它不是动物。也不是人类，应该是猿人和人类之间的一种、啊、应该是我们的祖宗了。对，是小祖宗。谁吧，嗯，回来了。哎，今天生意好不好啊？啊，还好，像你这样的先生多几位就好了。哎，哎，来，给这位先生表演一个。好，真乖，再来一个。哦，哎，真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哦，哎，真好。好了，够了，够了。有空到我房里坐坐啊。
送香蕉给你吃的。哎呦，太谢谢你了，快请进，请进，快进来坐嘛。好好好，坐呀，坐。哎，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啊，我姓刘，就叫刘郎，郎君的郎。你呢？我呀，人家都叫我野猫子。我是走江湖的，哦，什么地方都去过。哦，我也是啊，我是从上海流浪到这儿的。好啊，大地方来的。哎，晚上有什么消遣呢？消遣？消遣？哦，酒吧了，舞厅喽。舞厅？啊，哎呀，太好了，我最爱跳舞了。你等会儿，我换件衣服就来。先走啊。你等会儿。野猫子，啊，我也换衣服去了啊！哎呀，那，哎，你快点！你等会儿我，我马上就回来啊！哎。各位，他的发现填补了猿人到人类之间的空白。爸爸，让我们见一见。有什么凭证？当然是我的了，不信你看他听不听我的话。哦，那试试。啊，试试就试试。来，小家伙，翻一个。哦，还真听你的话。翻一个。啊，是你的。怎么样？翻一个。你翻出来了。老爷，老爷，老爷，啊，抓到了。我把他给抓到了，啊，老爷，啊，在这里呢，放开，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快点，放开我，放开你们，还不快放开他，快点快点，放手，别动，别放手。这姑娘是我们请来的贵宾，啊，谁让你们动粗的？
哼，既然我是贵宾，那干嘛要用麻袋把我扛来？八月天日头很毒，我怕把你晒坏了啊。是的是的，我们怕累坏你的脚，所以就把你给扛来了。啊对。哼，那你们总不是来请我吃饭的吧？吃饭是小，最要紧的是我们正在找一个浑身是毛的小家伙。浑身是毛的小家伙啊。巧了，我也丢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小家伙，我正在到处找他呢。啊，你要找的是四条腿爬的，而我要找的是两条腿的。原来你们要找的是两条腿的。是的是的，据我所知你一定知道他的下落，只要你帮我们的忙找到他，我一定赔你100只浑身是毛四条腿爬的。赔我100只。对。那还划得来。那好，我野猫子出来闯江湖，义气为重。那就一言为定。我带你们去找那个浑身是毛两条腿走路的小家伙。啊，姑娘走吧。啊，走吧，快快快，还不快走。快呀、回来呀、啊！回来呀、啊！回来呀、啊！
回来干什么？你别回来啊，你走啊。你还弹琴呢，你真不害臊。给我放手。喂喂，老兄，搭的是风车。老兄，等等我。等等我，老兄。哎呦，司马猴，气死我了！慢慢讲嘛。我问你，你为什么偷走了我的猴子，搞得土司跟方老板都找我算账，我被你害苦了，你知道吗？就你聪明，你想溜之大吉呀、啊、哼。野猫子，我是为了救那只马猴啊，想不到连累了你。想不到，哼，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野猫子，好男不跟你斗啊。你也算好男。哎呀，马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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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呦，马猴，马猴，马猴！哎呀，糟了！马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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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不好。是我害死了你。我不知道小马猴还在竹楼里，可能没事吧？啊？可能没事，那么深的山谷，摔下去骨头都碎了。啊？都是你害死了他。啊、我，哎，你看。各位，布莱顿·伍兹失踪了那么多年，现在终于有线索了。我估计他一定是驾驶飞机失事死了，所以他的名牌落在这个小毛怪身上。我们只要抓到这个小毛怪，就能够找到他的飞机残骸，也就是说可以找到宝藏图了。各位请看这个名牌，姓名布莱顿·伍兹，编号450502，官衔远征军上校，出生日期1895年11月25日，血型O型。各位一定要把小毛怪抓来。是。
浑身都湿透了，啊，可别冻坏了他。怎么办？醒了啊！快来，我看看。哦，烧全退了。好了好了，全好了，退烧就好了。怎么样，我们翟家的药方还挺灵吧？还是你行啊！乖乖，把这碗药喝了，病就全好了。哎，让我来喂他吧。哎，刘郎，别烫着他。慢慢喝，慢慢喝。哎，刘郎，你看这是什么？谁知道啊？毛毛。谁说人间没有温暖？谁说谎言没有理想？只要我们努力寻找，定会找到那些希望。不怕走遍万水千山，不怕今夜狂风巨浪，今天度过漫长黑夜，迎接明天的太阳。你妈妈哪儿跑了？刘郎，刘郎，
两位还往哪儿跑？你们上去把他们给我带下来，快点，抓住那个小毛怪，快放手，小子，起来，松手啊，松手！你别管我们，你快走啊！哎呀，我收拾你！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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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你快给我放下来！毛真棒！哎呀，你们快来人呐！他们要跑了，快点呀、啊！快来人呐！妈妈快走。唐伯嘞，唐伯嘞，怎么了？怎么了？你进去了？嗨，怕什么？来来，有我在呢，别害怕，跟我走。啊，先生小姐，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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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身上董事长您来啊？没有啊，哈哈，请请请，哎，走啊。哇！哎呀！哎，小心点，别那么大。先生，先生，啊，请你们啊，好好。你这小家伙，
你调戏我，你他妈敢打我，你他妈！
这回饶不了你。啊你干什么？来来，给你，给队友他们啊！好，好，再见。高兴啊，小毛毛。哎，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我是来找我哥哥的。找哥哥？我的哥哥叫布莱顿伍兹，五年前他家鸡失踪了，至今没有下落，生死不明。我们兄弟二人从小就没有父母，是我的哥哥把我抚养大，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是的，唯一的亲人。啊，哥哥在哪儿？那有线索吗？没有，但是我发誓我一定要找到他，不论生死。啊，灵儿，啊，我找到你了，亲爱的哥哥，我找到你了。我找到你了，亲爱的哥哥，你在哪儿啊？你在哪儿啊？哦，你们知道，这是我哥哥的名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哦，好孩子，你从哪知道的？对，你知道，你知道他的下落的，你知道，你告诉我吧，好孩子。毛毛，你知道吗？就带他去吧。啊，
虽说人间没有温暖，虽说谎言没有理想，只要我们努力寻找，定会找到那份希望。不怕走遍万水千山，不怕迎面狂风巨浪，并肩度过漫长黑夜，迎接明天的太阳。阳光，我们并肩向前闯。接着，再跟上，再接那个宝藏图，哎，小马猴，你见到那张宝藏图没有？啊，羊皮地图，地图，那张地图，地图，羊皮地图，啊，交给我，把地图交给我。你这是干什么？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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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马猴交给我。你想干什么？要什么地图啊？我要那个宝藏图。宝藏图？哎，啊，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是布莱顿屋子的兄弟，你认识我们的目的是想让毛毛带你找宝藏图。是的，找到了宝藏图就找到了传说中吴三桂的宝藏。啊，宝藏啊，你们知道吗？传说中的宝藏藏在一个洞穴里面，岩石上全是拳头那么大的闪闪发光的绿色宝石。绿宝石。绿宝石倒是不错，嗯，可惜没有地图啊。走，我们走。嗯，走吧，毛毛。站住！这只小马猴，它一定知道宝藏图的下落，把它乖乖的交给我。我看你啊是穷疯了，它能有什么地图啊？哎，别理它，我们走。走。啊！快跑！快跑！哎呦！哎！别打了！别打了！停！停！
老爷打响了。一七八四。哎，他妈的，我他妈闭了小歹徒啊！啊，弟兄们，强盗造成了，冲啊！冲啊！弟兄们，强盗冲杀！喂，都回来！我冲上去了，冲上去！没有了，没有了，没了！哎呀！来，提醒。野猫子，我们要发财了。怎么呢？我知道地图在哪儿。啊，在哪儿？在这儿。在这儿，快来。在这裤裆里头。啊。毛毛，快来看看，别动，毛毛。哎呀，我看，哎呀，这张图。
小心点。轻点啊，毛毛，抓住！野猫子，你也小心点。我拉你。快点，快点，小孩。
去，咱们去，快请他们，好，走，走，快点，走，马奔大道，包上。怎么办？他们就在前面，怎么办？报告，去。漂亮了，你看，毛毛，哎呦，快走！
我的绿宝石，你们谁也不许动。糟了，丢了！
管谁天下，不怕一面狂风巨浪，并肩度过漫长黑夜，迎接明天的太阳。阳光，充满理想，我们并肩向前闯，前途更明亮。爱的阳光赶走了黑暗，让我们心里的爱发出光芒，不再孤寂，不再悲伤，让我们快快乐乐迎接。